绿油油一个大西瓜，好不好吃咱不知道，只知道一会儿会变得更贵。诶，这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在刻字体，直接拿刀切开它不香吗？可别这么说，西瓜除了吃，其实还可以做生日礼物。没错，中国厨师的刀工总是让老外大开眼界。那这样的雕刻到底好不好学呢？你有兴趣学习吗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哦。现在的短视频资源太强大了，只要你好好珍惜，还是可以自学成才的。比如我，我当时没有这种条件，只能买书籍自己练哦。这样的西瓜更好吃吗？不，这样更贵。抖音。